干了三个月，终于拿下了允州啊！旁边的徐州是块肥地啊，看能不能弄过来。先看大耳贼的城防，吴有张飞、关羽，谋有陈登、米竺、孙乾，丹阳兵五万，火力输出这么猛，等我想个法子先啊！有了，来招围魏救赵，先给刘备书信一封啊，让他拿下吕布，换取州牧令啊，再派人偷偷通知吕布啊，让他们两军先交战，我在旁边以逸待劳，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，我再趁机派出大军包抄刘备后方，一举攻下徐州。这下三国还不是唾手可得？立即下载万人之上。